你讲话，你这样子是不对的行为哟。你自己去罚站，罚站。我问你做错事情，我现在很生气呀。但你真是的呀。傻逼，你这样子是不对的行为哟。这样子不对。就不想吃槟榔就好了。不要吃槟榔就好了。你就吐掉垃圾桶就不要吃了。好了好了。你不掉垃圾桶。好。你自己吸罚站。你自己吸罚站。好。我为你做错事情了。好。你去罚站，你要跟我讲话，我现在很生气呀。好的。傻逼。你这样子是不对的吗？你就打人哦，就会打爸爸。你要打爸爸啊？你就说事情呀。你要，然后你要去扑垃圾桶，你就不要再吃槟榔了。我看一下，看到你在拿新的槟榔，我就会看到你在拿新的槟榔，以后不要再拿槟榔了。好了。不要再拿我了。抱我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错了。抱我。您的年医师上线了。你怎么了？你有病吗？我哪里有病？我来帮你看病，有没有？我看起来哪里生病了？你肚子里面生病。我肚子里面生病。我帮你看一下。好，可是你这样好可怕、哦。你看这样好可怕、哦。我帮你看。好，那给你看吧。看。这样子有办法看医生了、哦。那发生什么事了，医生？你发生什么事了，医生？妈妈，到底谁才是医生？你是医生，你怎么会问我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刚不是说妈妈你有病吗？啊，你有药吗？这是你的解药啊，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你怎么了？我。肚子里面痛痛，你肚子里面痛痛，是不是你平常吃太多饼干了？是不是？所以不可以吃饼干了吗？这小孩入戏有点深。痛痛吗？你觉得好不舒服吗？那要打针哦。打针可以吗？棒哦。好的。你肚子里面都是虫虫。你要带起来看。我要带起来看。我看看你的肚子里面都是大便，怎么办？你今天没有大便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我一直放屁。你一直放屁，我没办法大出来，我没办法大出来。你没办法大出来，这样子你应该要吃什么？这样子我应该要吃爆米花才大得出来，吃爆米花才大得出来。好香哦！是益生菌才可以办法大便，是益生菌才有办法大便哦。这样子，大便怎么大？大便要这样子用力哦。不自觉跟着用力的，赶快分享。你有病吗？什么？妈妈，你有病吗？我有病啊，你有药吗？好吃，有病要吃药药。有病要吃药药。啊，你的药药是薯条吗？这是。好，谢谢。都是薯条，都是药药。这是药药啊、谢谢医生哦。你要勤奋，不然你会变成炸鸡。你看，我可以生你的，生你的，生你的。
森林的小鸡怎么了？森林的小鸡，我看到森林的小鸡迷路了。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它没有牵着爸爸妈妈都跑走了，它迷路了，它迷路了，它哭哭了。那怎么办？它的爸爸妈妈很着急找它哎。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嗯，他如果还要叫妈妈，还有爸爸就回来了。对。对。他如果跑走的时候，等一下都妈妈就找不到他。你要听话，你不然你会变成炸鸡了，知道吗？变成炸鸡了，变成炸鸡了，知道吗？公主，你饿了吗？这个是什么？嗯，鸡蛋，它破壳了啊！它破壳那个吗？对呀、啊，它变成小鸡了啊！它变成什么炸鸡？小鸡、变成炸鸡。宝贝，你饿了吗？它变成炸鸡。嗯。啊，这个嘞？它变成荷包蛋。哎呦我的妈！宝贝，我想你是真的饿了。不食人间烟火啊！光头不能洗头，是不是？可以啊！我就没有头发，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！你有发现其他最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